大家好啊，我是 Joshua， 今天来到荃湾这里呢，这间餐厅呢，咁啊试食给大家看看的。咁呢间餐厅的环境都挺好的，咁大家可以留意一下。这个呢叫做在荃湾的，咁呢叫做雅苑冰室，咁佢呢这个饭呢就叫烧春鸡饭。哇，好正喎，呢只佢啱啱嚟到嘅时候呢都闻到好香啊。咁呢就是一个罗宋汤同埋一个冻柠茶。咁佢一嚟到係咁啊，呢间嘢都我都食过几次㗎啦。算抵食啦，呢个餐啊，冻饮加3蚊，咁啊48蚊。个铺头嘅环境咧系咁样嘅，系啦，雅苑冰室。咁咧，因为我晏昼呢个时间嚟咧都冇乜人，系啦，咁啊睇翻个餐牌先。咁啊有几个餐啦，有几个餐啦，都系48蚊嘅啫。咁呢个咧就系提子黄姜饭，咁我觉得佢咧几好味嘅个饭。呢个烧春鸡咧食嘅时候咧，嗰啲皮咧仲系比较脆嘅，都 OK 嘅。呢个马天尼汁咧都唔太咸，但系咧个罗宋汤咧我就觉得辣咗少少。啲柠檬茶咧嚟到嘅时候连啲冰都融埋啊，真系要改进一下。咁而家咧就影个餐牌俾大家睇下，咁啊睇下啲价钱啦。就咁睇上咧，觉得呢个全日早餐咧都好似几好食，不过咧60蚊我觉得贵咗少少啦。呢间餐厅咧喺荃湾嘅兆和街嘅，咁如果你哋想试下嘅话咧，可以留言俾我，咁我咧就搵个地址俾你哋。如果你哋中意我哋嘅片咧，记住订阅我哋嘅频道啦，我哋嘅频道就系 GC Family， 多谢晒你哋，拜拜。